你有陪啊？你有陪哈？对啊，我知影。哎呀，老天要帮你去。鼻胃管放的地方已经开始溃烂了，那个很痛，是连吞口水都会痛，更不要说是说话了。大卫，哎呀，你买吧。哎，买嘛。买哈。阿内莫松卡吧，阿妈。我们会让他用嘴巴吃，但是鼻管暂时不拔，观察一个礼拜。如果他的呛咳处理能力，还有吞咽的能力，吃的量都 OK， 我们就把它拔掉。我这边来啊。啊。一。基本上是两指的，比较明显感受就是喉结的上下这样子。去增加腹肌的力量。对。哦，很顺呀。那来讲分好吧。这是第一餐吗？已经第三餐了，第三天了。中风其实有一半的病人，他是掉到气管，他不会咳嗽，所以说啊，多少啊，吞到后啊，其实是偷偷溜下去。我在想说不行啊，他没有吃的话，都是灌一些汤汤水水啊，就没有力气可以去复健运动啊。好，不会严格，对不对？好，吐出来哦，来，嘿，憋着，就是紧的。安尼吼，然后肚子也去用力哦，好，来吸大口气，啊，一二，往后缩，有时候会跟他做个比赛，好，哎，轻一点，好，每一颗牙齿都要碰到哦，哎，好，安尼，吞嘞。好，那这个有上台，这个才叫做吞咽，才叫诱发吞咽。你们下一步，你们吃饱无？你们吃饱无？好啊。妈妈，咱来不要紧，剩一个嘴暖。对你的情已经冷，卖搁提起三年前，今日只管的心境，到底是谁来造成？